十几斤的鲈鱼吧。我机关枪。等下，我叫你拉就拉，不拉不要拉。滚滚！等着你，等着你，等着你。今天我们带了两片猪肝，一个猪肚。这个是我哥今天家里办喜事，然后杀了一条猪，我们偷偷的帮他拿过来打窝哈、哦。希望一窝都多，给我打窝。出去。你看孩子还在长虫，我们过三四天过来把它盘掉。我们现在先回去吧。过了几天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今天我们去爬前几天猪肚跟猪肝打过窝的行程，还没上能见度的，非常低，真的非常低，看不见停过的十米了。我们现在试着开出去，能不能开到我们的目的地？我们现在出发去看一下啊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目的地了哈，这个水坑起码有五六米哈。我们现在盘它吧，马上马上涨潮了，来阿波，来。我们前几天打窝还是大风大浪的哈。今天我们出来盘根的时候就风平浪静了，希望这个好天气给我们带来好的运气啊！希望一窝多多。阿波，盘吧，一、二、三。哇，这个是前几天打窝的猪肝啊，非常重。阿波，来，我受不了了。来，哇，这么多鱼，哇，不知道抓哪一头。哇，红骨，每次第一头就是红骨啊。来，哇，哇，乌贼踩一下土墨汁了，你看，生气了，你看，肚子都大起来了，土墨汁了。哇，包公，两斤。哇，珍珠斑，来，这个珍珠斑也有一两斤啊，进去。哇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哇，蛤蟆鱼，又一只蛤蟆鱼啊！来，你看这个牙齿多利，漂亮。喂、哎，哇，这里什么？哇，脚断掉，八爪。哇，出来！哇，这么大一只八爪，要躲在里面，脚都断掉，被森哥抓断了。你看，断掉一些哈。来，说，哇，哇，这么大，应该有个十几斤的鲈鱼吧？我们机关枪哈，漂亮，这么大一只爆头了。哇，进去。应该说十几斤啊！啊，这里还有，哇，这是什么？黑鲷，漂亮！哇，这只鱼给它跑到哪去？哇，这里面，哎呦呦，跑到这里来！哎呀，刚好这里有一只八爪啊，鱼，一路啊！哇，这里出来，喂，不能让它再进去了。哇，这吸的也太……哇，这只八爪更大吧，森哥？你就抓出来，给它跑了，跑掉就完蛋了。哇，哇，又一只，这个跟之前差不多哈，漂亮。来，进去。这么大，十几公。哇，这条鱼没三四两。哇，外海的就是不一样哈！来，哇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哇，这只更大，这只有个半斤啊，漂亮！来，哦，长翅鲷啊，这一斤很少啊，这一斤要七八十，来，这真的。
哇，小屠龙，两斤，谢谢。来，哇，黑鲷，哦呀呀呀呀呀，谢谢。这等于是什么？鳗鱼。哇，鳗鱼。哇，这只八爪，啊，跑出来了，漂亮，第三只宝鲈啊。这里还有一只什么鱼？哇，包公，这不大，一斤。哎，十九公，太小了，等一下放生。哇，窜出来。哇，很屌，很屌。哎，哇，又一只黑鲷啊！海水涨潮了，快点抓！哦，哈哈，龙舌鱼啊，漂亮！这么大龙舌鱼很少有啊，斜带鱼啊，来。哎，这里什么？哇，青斑！哇，鳜鱼啊，来！哇，又一只鲈鱼！哇，太大了！哇，哇，金光枪，进去用！来，哇，又是这龙胆哈，又是龙胆，这个一斤半，来，入库。哇，今天鱼我爆棚了！喂，来，哇，包公，哇，漂亮，一斤的，来，进去。哎，这里。哇，这个窝是猪肝打窝的，跟猪肚打窝的，不错啊，爆盆了，你看。哎呦，哦，脚踩一下，它飞进来，来，珍珠吧。哎呀，哇，面包蟹，哇，这么大的面包蟹，很漂亮，你看，很怕森哥，你看，它脚都闭起来，不敢咬我，来，进去。哎，十九公搁起，好，还没死。哇，十九公，我这里还有一只，这十九公的窝。好了，要摸遍了。哎，你看，海藻已经灌进来了，我们现在收获还不错。你看这个海岛外面的宝坑就是不一样哈，巨鲈它一吸附着，这是十几斤的鲈鱼啊，漂亮。哇，有我爆头了吗？来，拿鱼了，来。哇，来，哇，完了，来，上去，海水都涨潮了，哇，快点，来了。来，今天我们这么多小吃鱼猪啊，拿去放车，希望它长大之后来回来找森哥，给森哥抓啊！来，耶，三兄弟，来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哈，不一样。哇，不要跑了，这是我南明的一个粉丝包坑的，他今天运气特别好，我们今天晚上回去把它全部拿去真空包装一下，明天给他发货哈。这期视频我们就拍到这里了，喜欢阿斯感慨的加个关注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今天浙江义乌的那个户老板今天包的坑啊，他一从店里打来了这五六头黄瓜鱼，我们拿去打窝，这个水坑啊，希望鱼窝多多。来，看这黄瓜鱼，很好吃啊，人都不舍得吃。哦，来，给我打窝，鱼窝多多。好，我回去了，过几天过来盘的。过了几天。天不亮大啊，我们小心点啊。
前几天黄瓜鱼打过窝，这个水坑啊，最近潮水比较早，我们六点就去开船了，海水差不多也涨潮了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开盘好不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。来了，哇、哦！提前看见，摄影师看见一只八爪，越狱了，原来跑到这里来了。哇，这个什么东西给它吸掉，还想钻进去，不能进去了。喂，完了，哇、哦，给它跑进去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这是，哇啊！红鱼，森哥最喜欢第一只抓红鱼了。看、啊、这里还有一只，哇、哦、啊，哇这是大，哇、哦、鳜鱼，哦，哇这么大了，哇，来，哇这么大鳜鱼啊，应该有个三斤多，漂亮。哦，单手抓住了，黑钓，一斤左右。这里还有一只，哇，珍珠斑，漂亮，这是公的哈。哎呦呦呦，自己冲撞出来呀、啊！哦，被你踩住了，三哥。美人鱼，你看，这么可爱，被你把它踩了。来，这么大，这种美人鱼，正常拿去停个做沙拉汤，挺好吃。来了。这是鳗鱼，哇，这么大，哇，哦呦，这边出来了，哦，哇，这么大，头抓住，哇，超级肥，你看，这起码有个三四斤吧，哇，这么肥，从来没抓过这么肥的鳗鱼啊，来，哎。哇，小包公，太小了，差不多四五两。等一下太小了，小包公我们不要，等一下拿去换色。来，请人小八爪给他跑到这里面去了。阿波，一二三，我走了。漂亮。哇，喷水，这么大。哇，还会叫咕。哎，漂亮，不要吸我哈，我跟你无冤无仇。哎，哇，这又是一只珍珠斑，来，哎哎，这什么？哇，狗子啊，漂亮。不过这个应该有个八九两吧。这个如果上斤的就值钱了，一斤要180。你看，它跳舞很好看。哎呦，好像是龙虾了，阿峰。哎呦！我先看着，哦，胡须须须不要断掉，断掉就不值钱了。哎呦，卡住了！哎呦呦！要不要把石头搬一下？一、二、三，哎，跑到哪里去了？就在你手那里，三哥。啊，又跑进去了，又跑到那里面去了。哎，这是什么鱼？哇，美人鱼先抓，来，在这里，哦，哇，漂亮吧，这只龙虾，哇，还会弹琴啊，漂亮，这个应该有个六七两、七八两，最近要300多，来，收了，哇，哇，今天雷头鲨怎么这么多？你看身上长成像金钱一样，金钱沙吧，我们就叫它金钱沙。哇，这上面小狮子公两三只，漂亮，红皮皮哈，非常红。哇、哦，来了，是上面这个水坑发财了。哇、哦，八爪鱼，哇、哦，新八爪鱼大战真钓鱼，哇、哦，漂亮，哇、哦，这只彩钓鱼应该有个3斤左右，八爪鱼有个1斤多，来一起入库哇。
我看见一只鱼在打窝。哦，来，来，又一只鳗。我操，跑到这里来。哇哇，我这上瘾了吧？好好，你自己上岸。哇哇，差点给它摇进去，好大！哇，这里又一只大鱼，好多鱼啊！在你脚后面，森哥，脚后面，哇，森哥都抓的来不那个来不及了，这只大，两三斤，黑钓，漂亮！哦，鳗鱼在这里，哇！哇，这么大，因为是鳗鱼啊，漂亮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哎呦呦，哎呦，哇，这次是，来，翅膀把它拔掉。完了你，啊，你看，这个倒是长了一个小刺哈，这个刺不拔掉，毒架会毒死人的，扎一下不得了。哎，这次拔掉就是这样子了，它就没办法杀人了。哇，阿伯，什么东西啊？这什么？哇，好忙，好忙啊！这么大，这个有没有皮带一样？来，收了，漂亮。哎，哎呦呦呦，哎呦呦呦，最近离的沙怎么这么多？你看，他看来很喜欢吃黄瓜鱼。太小了，不要，就放在坑里面去。好了，放的差不多了，放回去吧。看，海水也浪已经打进来了。我们已经到码头了哈，这是这家义乌的那个副老板包的客哈，你看，两只大白龙这么大了，应该有个八九斤十斤哈，然后还有一只龙虾，红蟒，龙虾，红蟒，珍珠斑彩雕啊，红骨，还有这个红龙哈，八爪两只，这个估计这个一窝可以值那个2000块钱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回去也帮他真空包装一下。然后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，喜欢阿森感慨的加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